小改款后的 C Class 导入全新设计的 LED 头灯，采用上下各四组的 LED 反射模组，上方负责近光的照明啊，下方则是远灯的照明。那小改款后的它的尾灯是呈现一个倒 C 的形状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展汽车的伟杰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台车，2019年，小改款后的 C300 AMG 车款。那它目前公里数是跑30000多里程保证，我们店内售价是开176万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台车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台车的引擎部分。 W205 小改后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于它的变速箱提升到9速的手自排，那一样是 2.0 的涡轮增压，最大马力有到258匹，那扭力有 37.7。 那这台车是 4MATIC 四轮驱动的车款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内装配备的部分，那它一样是有免钥匙，然后有摩门系统的。那小改款后的方向盘啊，质感除了有很大的提升外，一样有换挡拨片、方向盘的快拨键。那右边这边是调整我们的影音媒体系统，左边这边是有定速的，跟我们的5.5寸的资讯仪表板。那目前这台车是跑39000里程保证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中控屏幕的部分。那小改款后是有12.3寸的大屏幕，那包括说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。那往下看的话，我们有双区的恒温空调，那还有手写板。那除了双前座都是电动椅之外，驾驶座还额外提供了3组的记忆座椅，那双前座都是通风的加热椅。那它有全景天窗。最后再跟大家重复报告一次，这台2019年的 C300 AMG 车款，我们原版件保证，那仅实跑30000多公里，里程保证，网路现在优惠价只要176万，欢迎大家来看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